弟兄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今心情特别 open 呢，特别好，因为是观音佛庙哈啊，咱的老师啊哈，每声拢叫文殊哦，哎佛诞呢哈，今天呢很高兴哈，在空中呢哈，跟咱的听友代表分享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了哈，五庙稳定哦，阿树和嘉宾普照，我咱呢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啊哈。尤其是这武汉肺炎吼，赶赶紧紧吼，看会当找着好的药啊。过来就是讲天气吼，会好伊安尼吼，较炎热小看，好咱这个困呢吼，会当早早来结束安尼。世界灾难有很多的地方吼啊，真正给朱宁吼，2020真的是非常非常危机的年份呐吼。来，今日呢是观世音菩萨佛诞，那梅香呢要来安排一首观世音菩萨的佛曲。这算收藏版，收藏版它短短的一段而已，然后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众生的苦观世音菩萨都知道，所以说观世音菩萨圣诞，众生的苦观世音菩萨既然都知道，那么祈愿着菩萨速助这个疫情可以早一点消除，然后和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众生平安健康，然后无影响到众生身心灵以及生命的安危，各行各业无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，经济吼会当真紧来复苏了吼，靠求菩萨慈悲，会当将你的手中的甘露发水，世情世间的患病，和咱的武汉的肺炎呢吼病毒，早日消灭。善法，愿大家共同发愿呐！吼，今仔日呢吼，食素食一天啦吼，佮较爱食肉的啦，无食袂使，你嘛少忍耐一下吼。今仔日2月19，食一下清口的吼，食一下素食的吼。然后呢，来念佛啦吼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加速功德来回向啦吼，
回向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早日消灭，恳求期盼呐、啊、哈、哦，愿众生的苦，观世音菩萨都知道，愿菩萨的甘露华水消灭武汉肺炎啊，这个哈、哦、病毒了哈、哦，那咱并且来好来恭祝咱的观世音菩萨佛诞哦，咱伫这呢哈、哦，真的非常感恩呐、啊、哈。哦那你虽然这如果那是讲有需要服务了哈，此人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多请咱给空我感恩。咱伫这里哈，2月19大家拢知影哈，伫咱道教，你讲着讲圆通诸旁哈，自在天尊。先讲恭候咱的诸行真人，圆通自在天尊。咱的报告内底就安尼讲吼，讲至心归明理，受地名而诞生，尊王亦受，受地名而诞生，教遣南洋，风力吼智能而纠结，顺声感应，动念催足，性德昭彰。现公目测，由现教唆而明温制度，品物含耐而耗费生成，外道养以邪魔归正，大慈大愿大圣大慈，大悲大愿大圣大慈，顺声救苦，随心消业消灾，辟落洞天地主，圆通自在天尊。这就是咱圆通殿，然后慈天必胜宫圆通殿，圆通自在天尊，长呢咱都有团拜的吼，所以讲自心归命理，普渡三乡南海化境，千变万化，恭顺，人讲恭垂声救苦之功，三脉六通，正清净自然之果，清人。坎路绿柳迎祥，叶庆川中林志甘，碧衣之袍爽，这人礼物红温如指点之光芒，五苦超生，千生更我，大悲大愿大圣大慈，观音大师五雷法主，生乐五家天地，圆通自在天尊，至心归明理，弥勒尊者，极乐圣人，满月金阳，摩尼宝相，无上清净，莫待慈悲为道至根，为人之本，婆罗蜜三藐三菩提，妙莲台一花一世界，为百千万亿佛而讲华言，现在观妇孺，心如淡净法。地占南明，普渡六家调音动，明敌西域，阿那婆罗吉地轮，随感随通，急救急应，救苦救难，度世度人，大仁大慈，大悲大愿，至灵至圣，至文至明。在咱诸行道人诞辰之日。功大信众随喜敬献呐吼，所以咱讲还乡燃灯呐，祈求慈航道人，愿世事不灾，不折有庆，蓝天碧福，路立千祥。老者，咱讲老者啦吼，老人啦吼，老人添福寿，少年的保平安呐吼。诸行道人为道教十二金仙之一，又称观音大师，大师为妙庄王三公主。自细汉好道啦，啊，所以讲王位积世不穷呢，王命占据，多顺断断怀，后裔向山修道成仙。王有病之后呢，大师以眼、吼、手为药引呢，救活了父亲呢。大师孝感动天地啦，上天以一双十现千手眼，灵感观音宝相。
大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功大灵感，无差不现身啦吼。所以伫咱普陀罗伽岩调音洞呢当中呢，有一如金啦。伫这上王的时代呢，修到一处法缘欲度世间男女，孝托吼南浦妙真国王加为三女，因阿不能言呢，被王遗弃。相阿空山之中呢，修一新人和一丹陵之下，波林之下，一是赤脚上书字啦，我姓阴，如定不言，可亦出门呐。所以讲新人知影也因果啦吼。趁这个珠江呢吼，灵动下教地碑之术，世人呢吼，观其性是阴，乃随观音。各种大旱，人民交流呢，死者呢过半。观音祭天降洪水至十中呢，庙中王新还原籍，危在旦夕。为着要救老爸，救老爸啦，愿下伊两眼，愿下伊手来做医病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庙中王的第三公主啦，就是庙前三公主，或者咱讲吼，普陀诸行菩萨、圆通自在天尊啦吼。那么咱今日知影讲，是咱的诸行道人吼修吼，咱讲救劫吼度苦，普救疾病吼，公输之难，转向圣洁，变好为善，作苦海之周旁，为险求之定量，众生诸佛万德以王啦。大师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善良无同款的法相化度纷纭众生啦吼。所以咱到咱的诸行灵感度世波禅吼啊，所以有贤离佛，端庄诸行，先修道理后修佛的吼，被尊称为毗卢洞天地主，圆通自在天尊。要就是慈天必胜宫的观世音菩萨，就是毗卢洞天地主，哈、哦，毗卢洞天地主，圆通自在天尊。由此可见，观音大师大慈大悲的形象跨越了信仰的界限，不管佛教、道教，不同宗教，拢是尊重观音救苦救难的精神。所以无论是道观啦、佛寺啦、庙宇啦，拢可以看到观音菩萨的坐像，而且呢，常年香火鼎盛，受人敬仰。然后，那今天我们就把南无观世音菩萨讲到这里。然后，那非常感恩呐、啊，咱的师兄师姐对咱的节目支持和爱护。今日，无论你偌爱食肉，无论你偌爱食鱼啊。无论你我爱食虾啊，无论你我爱食牛，无论你我爱食羊啊，今日呢吼，进口持斋，观世音菩萨的保庇你哦，和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啦吼。善男信女。不轻不轻
三世因果歌，咱那边吼，拉力溜吧，大行拢卖吼，天顶飞啦吼，海底游的啦吼，有毛食个脏水，无毛要个食个浸腿吼，我跟你讲，浸腿是补袂落去啦吼，啊，所以啊，脏水咱嘛无在了食，所以讲唔好有毛食个脏水，无毛食个浸腿。安尼呢，咱的愈食业会愈重啦吼。上无看在今日去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佛诞，无咱嘛安尼吼，清口一下吼。啊，咱讲嘴食斋啦吼，但是心嘛爱持斋啦吼，做好事讲好话吼。咱人讲改革有方法无？太无吼。改革三要素呢？啊，安怎咱来改革？你讲较早我有太过人呢？吼、哦，啊，我冇去感觉受过刑啊，吼、哦，人家你判我侪年，你拢甘愿伫遐所在受刑，安尼就叫做将功补罪啊，吼、哦，过来呢，咱都爱做较好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也是讲吼，咱本来就是嘴真歹，嘴开就爱讲教，那么教天教地教人的爸母，佮教人的祖公外妈，你冇去拄着这无？出嘴三字经五字诀。骂人的老爸老母也无够呢，佮连人的祖公外妈总共交惨累，这种的嘛叫做犯口过，嘛叫做犯口业。所以咱人呢，讲话要较诚心嘞，嘴嘛要较善嘞吼，讲一寡吼鼓励人的话啦，赞叹人的话啦吼，吼讲一寡鼓励赞叹，安尼敢毋真好？所以讲改革有吼，这个吼真正会当予咱人呢吼。亲近神地些无？伫这个春秋的时代呢，有真侪大夫啦吼，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就会当推测其他的吼，咱讲吉凶祸福，并且非常的准确。吼，这个代志伫这个祖传内底，吼，咱讲拢有足侪记载啦吼。一般的人讲，一个人的吉凶有征兆无？有啊，因为征兆。花园在于人的内心，在咱人的内心啦，而且表现在人之外，这个外表，吼、哦，凡是讲相貌人足忠厚啦，吼、哦，行事稳重的人呢，大多能祸福，一旦获得到这个福报，相那是呈现了刻薄啦，行为轻佻啦，吼、哦，大多拢近好较济啦。有的人安尼坐咧吼，两只脚直直嗨，直直嗨，吼，讲话的时候眼睛会挑眉毛，吼，这样有那一种什么，有那一种轻佻的感觉，这样也不好，有轻浮的感觉也不好。所以人讲吼，近和近恶，所谓的吉凶未兆，人讲苗不可切的道理啦，吼，所以人讲一个人心性的善恶。必甲天心相感应，福之将至，福之将至呢？可将其人宁静的心境、安详的态度，甲判断的出来。哦、如果讲这个人呢，应动反恶啦，明动反暗。啊，你看这个人呢，吼、哦，伫做代志真草率，讲话吼、哦、真铁气，吼、哦，无咧心里都一套的这個。讲神都查克的，要哪有神？有的人吼、哦，就是铁气啦吼。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好之将人呐、啊，也将伊这个人乖劣的行为发现得到。这个人这种行诶，早晚一定会拄着问题啦吼。人若想要得福，啊，要来撇好，会当行。无论讲，咱要安怎去行善呐、啊，只要你有当立行改过，自然就会当向善。但个改革呢，叫做地体尽用，这是第一项要素。
什么叫做财见晓啦？吼、哦，人呢爱低气的财见晓，你若唔知人见晓呢？吼、哦，啊，就真惨啊了。吼、哦，咱来想看卖，古早的圣贤，甲咱拢同款是人啊。但是因为什么会当流芳千古？因为什么会当名流千古？啊，咱呢却是吼。哦每每能够默默无闻呐、啊，甚至于身败名裂，啊，就白眉人，那么是十个月生、啊。咱那是老母、老爸、老母和咱的精血，吼、哦，但是嘛是十个月生啊，啊，为什么讲人因会当做圣人，啊，咱做下下人呢？吼、哦，佮做一个凡人，所以今呢吼，啊，咱佮受着真大这个足大这个报果报，为什么安呢？白眉多人。人呢分几啊种啊吼，所以讲人若是贪恋声色名利、纵情之欲，背着别人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自以为他人看不到而自鸣得意，则将渐渐变成衣冠禽兽而不自知，家己吼变成一个衣冠禽兽啊嘛，也唔知影家己是衣冠禽兽。世界上呢，无个比这种行为佫较见笑啊，佫较惭愧的。啊，所以孟子嘛讲过呀，孟子，伊讲，知体予人的影响足大的，能做到知耻，则就是圣贤啦；不知羞耻为何物啦，必是禽兽无疑啦。所以人讲，改革关键就只一念之间啦。人所以异于禽兽，也仅在那一念之差而已啦。你想，有理无？咱来听母道，咱讲女将啊，要修炼，无道理啊，做会到啦吼。咱讲生囝都是爱嫁囝，母道你有做到，你就跟母娘一样伟大。就是说，收听一段母道，无道了吼，女将呢吼，就是爱坚持一项无道，
因为吼、哦，老母囝生出来吼，囡仔你那个养无好，老爸呢吼管教无好，人较早讲吼，不如啦吼，讲养女不如饲猪啦吼。啊，那养女不教，不如饲猪饲；啊，那养男不教，不如饲驴啊啦吼，驴啊嘛还会替你担地啦。好，啊那讲养女不教，不如饲猪，啊猪嘛搁听换钱呢。哦，啊那找囡仔人呢，我那顺德败德了吼。安尼呢，啊恁讲养儿女不教，父之过，唔是安尼，唔是讲大行拢个体体有老爸啦吼。讲养女不教如饲猪啦，养男不教如饲驴啦，驴啊驴啊囝吼。所以讲改革呢，第二要项就是咧讲敬畏心，人要有敬畏的心。讲天地鬼神是欺骗不了的，人就是只犯了一点点过失，天地鬼神也知道得很清楚。犯的那是重大错误，天必降给大灾难呐。犯的就是小过错呢，就会损及现世福报。所以讲人未使讲唔惊天地鬼神呐吼，一个人就是生活伫温闭的这个暗室内底，讲天地鬼神同样赶快一目了然。这种掩盖的捉密做得很巧妙，也无法掩饰善恶心思所产生的意念。意念就是仿佛像一道波粒，就是咱讲频率啦吼，咱的意念就跟它波频同款。鬼神呢，却是无形的导体，无形的导体，好，无形的导体。神相通，这也是鬼神无所不住，好，就是讲无所不在。人必须要有敬畏的心，原因就在这里啊齁。人只要一洗上唇，滔天的大罪大恶，滔天的大罪大恶拢爱悔改啊，一定有机会。古早时阵呢讲一心作恶临终时呢齁，人讲懊悔感恶，发一神愿而得神终啦齁。所以较早的人就是讲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啦；鸟之将亡，其鸣也哀啦。吼，咱讲尽所谓的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可以说世百年的罪恶，就像千年幽谷寒冬啦，一丁来照，就尽去千年黑暗一般。因此，咱讲贵姓呢？吼。贵是不拘大小，以能改为要了哈。从人生无常，肉体遇事，若等到了呼吸停止了，就是灵魂想改过也不可能了哈。所以有人呢，将处一错万年；有人得到好处现身，想要洗嘛洗不掉；有人是将处沉沦地狱，应受折磨。就是讲，诸佛菩萨嘛，引导你未来啦。好，超多之书呢，但凭自身己意，就是讲你的意念。你肉体下步还有一分忏悔忏罪，后世子孙来给你做超度、你绝对会有那个感受啦、感受了灵魂，咱就会改过，灵魂就会改变啦、所以说超拔单凭自身记忆，人要给咱超度也就要你愿意去领受，人给你超度也愿意你要去听经文法、所以说一旦无常心世，何日重生为人啦、讲清夜深思怎能不怕？所以人讲改革要有勇气甲决心啦。人所以袂当改革，是因为咱吼拢苟且误了大事，吼、咱无多发愤图强的参事了，当机立断阁做袂到，拄着小过都敢那得气去伤疤同款，好管一支刺啊，甲你穿咧安尼，你都要赶紧去甲救。你要去给他穿到吼，你要紧个扭，啊，那无你暗时也嘛困未去。吼，但是咱犯了这个大过呢，都敢那毒蛇咧夹枕头啊，同款，叽叽疼，啊，佫会中毒。吼，啊，所以讲爱速以断之。吼，迄叽叽枕头直直肿起来，你啊赶紧甲切掉，迄、个毒汁袂直直走走的体内内底入。所以就讲吼，咱的这个啊肾癌啊，伊都断尾求生啊。啊，咱人类讲，咱若做唔对呢，爱速以断之，意思就讲不要犹豫，不等待。例如啦，咱易经所讲的风雷惊疫，风雷惊疫之枪，风起雷动，干脆利落，则改过迁善，必有成功嘛吼。所以人来，当然啦，具备了改过，
三项这个要素，如果一旦改，就敢那亲像啥，亲像春冰红日啦，必定消失瓦解啦。哦，啊，咱那是讲要安那好好啊做人，怎么样才是真正改造自己命运？还是由你呢？吼，人讲贵实哈，不拘大小，能改最好。好啊，有敬畏心，敬畏天地鬼神神明，那这个信念更好。好，啊，咱那如果讲吼，知影结婚吼，啊，知影讲咱今日所做的一切代志，你要支持敬仰第一要素，安尼呢？吼，咱自然就去改革向善啊！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咱师兄师姐啦吼，大家拢是吼啊，听喜结善缘吼啊，伫咱空中来结这个善缘啦吼啊。如果讲吼啊，咱也是没想咧讲的吼啊，咱有一挂问题吼，需要吼要重新探讨的，现场一线电话啦吼。5966449，但是要加空五，加空五才卡会通的，然后加空五才卡会通。啊，进一段小广告了哈，此人必胜讲的香品、香油款、速茶、贡巴、小盘香、普莲灯，那呢？有咱的哈，咱的物件，一当先跟咱的道亲讲一下。好，啊，咱那是如果讲吼，咱厝内底咧拜地基主啦，吼，啊，咱拢用迄个香炉啊，咱拢用啥？用迄个米缸啊，有无？啊，去甲磕一碗米，啊，即个磕一瓦米，啊，来啊插地基主的香，啊，是讲咱家呢有这个灵基、世基的灵基，要不要插一对？哎，灵缸吼，我再来吼设计吼，这个葫芦吼，有设计这个葫芦，用咱这个吼木材落去车的葫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阿公吼买香，啊，你无会送其他的物件，我就送一个葫芦，和你等于吼拜地基主插香，足方便呢，水个好用个庄严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也要插灵芝，吼、哦，啊，就送你，吼、哦，一当插灵芝的，这是用咱的实木的，啊，落去车做葫芦，很漂亮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有来供吼看香的时阵吼，啊，讲我买一箱香，吼、哦，我送你一个当插。一旦插一个机灵的这个葫芦，咱要去进香，一样加机灵灯啊，咱就当个插一点管，很庄严呐吼。来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的香品、香油款、速茶、贡巴、小盘香、普灵灯呐吼。啊，这是咱日常，咱来供的都拢一旦看到的物件。那今麦呢吼，啊，没想咧，好、哦、大力推荐呢，就是咱的多美千益生菌，啊，加咱的焦点叶黄素，好、哦，这呢。买二送一，好、哦，安尼甲咱讲者，咱带过就好。啊，那来讲虫草王三高宝，咱食了有迄个明显反应，就是讲转要转呐、啊。以前吼、哦，咱的所有这物件无通脱掉，这五行这有诶无未平均呢，伊拄当啊食落，遐酸遐疼，迄拢是正常诶，然后正常诶。如果你讲食无感无觉，迄就免食吼。啊、过来就是啥？你那是平常时有三高的人呐、啊，咱平常时啊，你个食保养诶，因为他五行平均了，他就会平均。吼、哦，遐不管讲你是吼、哦、老爸老母遗传给你的啦，啊是讲吼、哦、啊，咱因为遗传基因，啊是讲咱后天的问题。吼、哦，只要你有个食，诶，你就免定了，你看医生了吼、哦。哎，虫草王三高宝，吼、哦，啊女性专用的金家人，还有。好，灵芝王，然后灵芝王，就是咱咧讲诶，张芝王，张芝王，既然把它叫做张芝王，它当然就是有它的功能了哈。以上这是功格了哈。啊，感谢最近吼，咱足侪孙啊，这真甲咱支持了哈。哎，没想介绍物件，就是咧讲到金盖利蜂胶牙膏，拢一箱一箱安尼摕，拢一箱一箱安尼寄，我甚至搁寄两箱。没想直接给你感恩呐、啊、吼，那何丽梅呢吼，咱那边用要抹吼，按这么给我上一个眼霜，特惠上一支为眼霜然、啊、后啊，所以讲咱那是要结缘吼，咱直接卡电话5916045，感恩。以上是广告。
咱即马听一段《南无观世音菩萨》，有咱的道亲咧讲，《七真传》可不可以重讲？你想咧讲较慢，该说较慢安尼啦。啊，若讲讲《七真传》，你是要从哪里开始？要从王重阳祖师，从这个《七真传》讲开了，那就慢慢的进入了主题呀，吼。人讲人一旦弘道，非道弘人，法由心生，道由师传，专精之教，源于东华，流于中阳，流淹伫这个中阳。那派呢，是伫咱长春。如今又滔滔一役，未可得而低其极。五祖七真呢，生道门正统，属教派正宗，宪法微妙宗旨，树立了全真宗风。道门丹鼎之学，是性命上修之宝法。言啊，古今修真之术呢，血炼外丹，血炼气刀印，血四字养生，血重科技法术，殊不知性命乃内性外王，显密一如，福慧双修之法，上可参禅化育，下可理济群生。若不立定大志，参顺性命，岂能做专精之丈夫？咱今麦将这个五祖七真的部分著作，以这个七真书段呢，吼，予咱听，或者听又大得了吼，会当去赞叹着七真神风道骨啦，上灵领袖祖师娱乐教诲。进入专精的思想的核心，然后一开机后，五顶专精弟子不应流于形式名相传承，当学七真奥诀，在内心深处做一个回光返照的功夫，待他日的群音拔尽啊，性命命定，乃得很顺阳之发心呀。讲三教，三教将来一座风，五座妙法树风明，七真祖定性命参，九霄分外尽大雄。现在讲到我们重讲七真，当较早十几年前吼，没想你讲七真呢吼，因为较少年，所以呢讲话速度很快，啊，所以咱今麦就把速度放较慢嘞吼。咱今麦咧讲到讲较早汉武帝为天下，咧讲天下本无神仙呐，拢一挂妖怪妄女。不知堪舆之大，藐视就对。所以讲，麒麟以招兽，凤凰以飞鸟，幽灵出于其类，凤人秉天地精气。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讲，虎山川灵秀之才呢，心灵清寂寂灭，不然诸金连照。所以咱讲未听闻驾雾啦，但是会当安怎？咱人呢修到即马，咱讲修足好的人，伊无法度听闻驾雾，无法度讲啊飞去天顶，你看人咧飞啦，你甲看人伫遐咧飞啦，无可能。伊甲伊讲吼，不然呢吼，资金连招，迄是无难呐。吼，但是呢，难呢就是讲咱无法度听闻驾雾，但是咱会当安怎？咱会当脱胎换骨。比红酒之成分，恰上之水物，
人讲虽属风敌啊，而论语之言，接触呢老平者不由命定，就是咧讲到伊由风我数十余年啦，康受诸魂法物，心如英痴，非无生于正心，性实就是咧讲笨拙啦，非作高离啦，所以讲十二辟邪之客，会当依从且非信。三千自缺之人呐、啊，所以咱今嘛要讲风烟骗火三尽，那么呢，戾气染于两教，贫中摩定呢，好、哦，咱会当安怎知易难移啦？虽然马蹄落弯，切无所不读，但是心心性命之源呢，终未有好深其基础。所以咱讲近来是风烟化，道理扬长啊。七座经道，虚动七欲，所以咱讲吼，咱二劫风生啦，非魂偏移。所以咱今嘛咧讲到这个万缘俱静，不过皆空啦。吼，独必回之不雅，就是咧讲到好切啦，读百回而不厌思，舍本生莲啦，揽一字之木谦虚，就是咧讲到头点弯照。讲到石头会点头啦吼，头点弯照，伊是念泉融水之地啦，遍求神南圣域，仙官之傍，多言信路，切行路有顿色，断干残篇之阶观啦。所以咱讲吼，缘何故成呢？吼、哦，咱定咧讲人呐、啊，愿世人教主奉行。不是说、哦、咱的矫金玉之真意，不必服日月之精华，无劳而行、啊、无摇而精、啊、妙妙明明，安地不误法定身，东湖玉楼之恩、啊、所以说到这个人家七真传的全面的传续啦，前面的传续啊呢，那么正式来讲，这个第一回啊，哈，第一回讲临贫困厄时切问，入梦床明主前程。啊，咱要讲起来讲吼，这个临贫因吼，这个困，咱要安怎来时这个切问？那么呢？咱即马讲到这个入梦中明知前程，来讲到行善当中实处行，莫过虚无多声明，虚名虚无成何用？反者惊人说不平，七真段的开始啦，吼，第一集。这几句话呢，就是讲行善当处是处行，莫顾虚无多声名，虚名虚无成何用呢？反者善人说不平呢。这几句话讲的是行善要有事实，就跟那指导做，互人好看，吼、哦、外表做互人好看，做一个啥物都要看新闻、看报纸，欲人知晓，就是顾名顾虚名也啦。吼、哦，有其名也，无其实啦，只在热闹处咧做啦。吼、哦，那极苦经极经的人呢，又不能比积重呀。就是咧讲，咱艰苦善良人呢，那那无出来大街呢，吼、哦，七一十五一直大街咧施贫呢。啊，咱若讲极苦极贫的人呢，无迄个机会受到这个人的恩泽。虽然你费了真侪银两。毕竟啦，未曾做了正经的善事啦吼。既然做未到正经的善事，人讲有当面错过之叹，所以这只恩言丧之末啦，吼色言丧之末。陕西省咸阳县呢，有一个大卫村，庄内有百几户的人，大部分拢姓王啦，
嘛算讲一个大族。这个王族内底面呢，有一个吼，人讲已经是双姬的人，双姬咱拢知影官府啦吼，差不多四十几岁，七下有一男一女，嘛曾经呢男婚女嫁，伊就讲一男一女拢该娶娶该嫁嫁，因为这个双夫的心性算嘛淡薄自卑啦吼。看到别人的吼，这个吼囡仔啦吼，也是讲家己的亲生拢同款，吼，咱会去甲吼，人讲狂哄啦，意思就讲去甲这个囡仔那里哭，吼，啊一堆吼，随便甲引啦吼，甲讲来来来来，你咧找妈妈吼，来我就我嘛是妈妈，你叫我王妈妈，王妈妈，吼，啊人所以这个囡仔那里哭，就开始呢看到伊呢吼，就叫王妈妈，王妈妈。所以讲，这个王妈妈呢，家庭颇有丰富，意思讲有淡薄金，有淡薄钱呐。平生呢，我那真爱做善事，吼、哦，真爱甲这个佛道两门呢，吼、哦，好斋经报道啦，拜佛看经，人人拢讲伊行善啦，有真济经道顶门呢来超化，意思讲来化缘呐，吼、哦，够啦，真济善良人来乞讨。或多或少啦，吼、哦，伊拢总会吼周济一下啦，吼、哦。但是迄年呢，战争之际呢，都在落大雪呢。这王妈妈呢，徛入这个门前家，看到两个老乞丐呢，对这个吼雪地走来求乞周济啦，吼、哦。这王妈妈就甲骂啦，伊讲恁两个看起来都好卡好手嘞，啊，谁那那阴门的讲土，吼、哦，好吃懒做啦，游手好闲啦。那有时间吼、哦，有这个英邦吼，他们侍奉您呐。话还未讲完呢，这个金刀素人前来无话，这王妈妈呢就给伊钱甲米，意思就讲一个吼、哦、啊，咱讲出家人呐，来甲讲阿弥陀佛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王妈妈你呐施舍吼，哦，佛祖庇佑你有福报啦，安尼就提钱出来施舍。吼、哦，哎呀，个一个道人来讲无量寿佛，善哉善哉，王妈妈大慈大量大悲啦，会当庇佑你合家平安啦吼，会当那事事吉祥如意。啊，这个精就是出家人，道就是修行人嘛，该本拢有，该化缘拢总有啦。独独呢，这两个乞丐徛在边啊，念神歌，念神歌，为什么？伊都无爱本你啊，伊讲恁安尼。好出难做，吼、哦、啊好卡好手，得讲本，唔去做工，唔去赚钱。这进到去了后呢，这两个乞丐就讲神宝宝啊，神宝宝，气息进到不济贫寒呐、啊，几个好呀。我妈妈就讲啊，唔是我无要施进，唔是干那我咧施进到啦，人进会当替我念经呢。都会当替我修行呢，吼、哦！我虽然布施一点啊钱，甲一点啊米，但是会当替我消灾啊！啊，都会当替我延寿啊！啊，我若分了恁这两个乞丐，嗯，有啥物利益？你不过是伫我面头前甲画一下老热的尔，啊，你这哪有啥物意义安尼啦？啊，所以这两个乞丐都甲讲啊，伊讲施恩不忘报啦，忘报非施恩啦，你今日何一赞美啦？历史几文钱呢？吼、哦，水欲消灾延寿，岂不好笑呢？吼、哦，讲完呢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就走啊，啊，离开啊，吼、哦，离开啊。啊，两个都哪讲呢？讲讲报道灾情，结善缘，贫穷孤苦亦堪怜呐。只是正道不认可，失去神功第一身呐。今天吼七经段的第一吼第一回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呀吼，明天才接第二回啊呢，咱再过来重讲七经段啦吼，内底嘛有真趣味的所在啦吼，啊嘛有真吼，互你感受足深的所在。为什么好的就这么好，啊歹的这么歹吼？这个王妈妈呢，伊。死拢要死，迄个有路用、有利益的啦吼啊！但是若无利益的乞丐，伊就是无咧施舍吼。孤贫半富，伊嘛无咧施舍，伊干咧施舍正道利益啦吼。迄、叫做施贫呐，就像我呢拄只讲的这个施文同款。那七经段第一回，咱就讲到这哦。
怎么呢？农历的四月二三四二三四七二七三七四，就做咱这个春季功德超荐法会啊吼。啊，咱若要参加，无论是组员啦吼，内底有多帮的啦、英灵啦，哦，还是地基主啦，是咱的无缘主力啦吼。细汉囡啊，吼、哦。艰苦病痛下步，还是讲因为车祸下步，因为火烧下步，还是因为漏水下步？哦，咱有做这个水火连刀啦吼，也个有做这个专场的这个药忏，好、哦、专场的药忏，好呢，当然离苦得乐啦吼、哦。所以咱也要参加吼、哦，咱这个这个春季法会，那咱就是好、哦，咱顶刚没先我跟恁讲方法，对咱慈天必胜宫的网站去甲下载一张报名单。一张报名单给下载了后，你要参加什么，你拢给写写底下，吼，啊，然后给带手印，公妈你也带两个手印，地基主你嘛要带两个手印，啊，那个人的完亲祭祖，你就带一个手印就好，因为迄无压扣啊，你带一个手印就会使，吼，啊，咱内底呢，无缘的英灵啦，吼，啊是讲无缘的主力啦，吼，啊是讲咱本身的吼。咱要得嘞，咱家己老公无去啊。那你咧做公妈的时阵，老公的名一定爱写吼，爱写，因为伊是上细辈，亡者伊算是下辈啦吼，一定爱刻名。所以伫遮甲咱讲个清楚，安尼呢，咱比较呢，较袂讲啊报名报到尾啊怎啊混混杂杂煞，唔知写安尼吼，安尼对啊唔对啊唔对了，还佫甲恁讲安尼加费气的。我即马伫电台讲个清楚啦吼，对手印只要是公妈的。就是第两个手印，吼，一个是单位，一个是压库钱的，吼，啊，你那是地基主嘛，同款爱第手印第两个，完个人的完亲祭祖第一个都会使。那今日呢，吼，咱非常感谢吼，咱的道亲呢对咱的节目支持甲爱护啦吼，梅香呢非常感恩。今日礼拜四，咱讲开课这些啦吼，二四六日啦吼。啊，咱那是有时间哦，咱要来慈天必胜宫结缘。人讲人结人缘，神结神缘呐。如果讲咱那是有需要，每项服务免客气。咱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：5916045，外关是加05感恩。啊，那是讲有急事，还是啥要找每项0926938045092693控诉我，这其实我的私人的电话啦吼，所以讲你若要打电话催我，吼、哦、有急事还是讲有啥物代志，哦，咱会当打这个电话。伫这呢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有缘来做回向。愿意跟所讲一切功德回向所向，弟子们世世安稳，常欢喜，消冤解厄，心清净，身体健康，财难敌，家安如意，事业顺，弟子合掌功名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蒙超生转安乐，法界众生第二苦，一处得闻正善因，今世非开佛遍缘，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，感恩无量无量感恩。今日是咱观世音菩萨佛诞，嘛，伫只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